早上看到那个 FB 说那个雏鸟已经飞回去了，今天现场不知道会有多少人。那我今天大炮也是有，但太早没有昨天那么多人，9:31。我看得出来应该在墙壁上。哦，幸好昨天有来。留着好了。啊，看不到。有，看到了。在这个地方睡觉，看得出来才有鬼。然后母鸟待在这里，在巢穴旁边，巢穴在这里。看这只，哦，太大只了，好大只哎！我见了，我才告诉你啊，应该是鹿，第二号，这是鹿，哦，今天收工要回家了，拍了快5个钟头，哎，10:30、9:30、10点、11、12、1点、2点，拍了快5个钟头。现在二宝在这，大宝在这里，然后三宝还没飞出来，收工回家。我这样不用手拿，就这样挂着就可以了。现在两姐妹呢，她们要吃石花冻，我要帮我自己也买一瓶。现在2点回去能吃什么，能买什么东西吃，我也不知道。去桥头街去看一下。爬山了5个钟头，又有人来了。哎，还有蜂蜜的嘞，买一瓶蜂蜜来看看。然后石花冻、黑糖，谢谢。买了3个黑糖石花冻，然后两瓶那个，一瓶蜂蜜，一瓶什么百香果石花冻。那我先吃百香果吗？还是吃蜂蜜，还是还蛮好吃的。我这是第一台啊，对，好，第一台还走过头。小费，今天拍的还蛮，应该还 OK， 光线好，动作多，而且没有痛档，几乎轮流表演。这边有没有厕所？还是我回家再上就好了，5个钟头而已。够力的话还是顶得住的。
这边有厕所，好，我先上个厕所。啊，嘴巴说不要，身体还是要去上的。五的钟头，150。请取回票卡及发票，请取回票卡及发票。回家。我好想喝西瓜汁哦！回家，看一下。哎，三宝还有在卖，要不要配合优准三宝，等一下来买个三宝饭吃呢？好像也行，但是我先去看另外一间，你没有看。啊，这间没开吗？休息啊。那还有卖？我要吃什么？老板还有吗？还有我一个排骨饭。啊。师傅都不在啊。好，没关系，谢谢，谢谢。命中注定要吃三宝饭的，走，来自己吃一个三宝，还是去吃米粉？来，去买牛肉面呢？买牛肉面好像比较好哈。卤肉饭，我要去买牛肉面看看哈。想去买牛肉面哈。有人说牛肉面，你休息了。买牛肉面回家吃掉了。吃三宝饭好像。太热了。